红了，无痕真的。俗话讲得好，一命二运三风水，差点运气。但是这边吕岩方没大，苏烈想找干将莫邪，干将莫邪大招甩出去，苏烈直接一个大闪拍两个，张飞接大，先倒一个太乙真人，诸葛亮直接秒了干将莫邪，这莫邪的剑好打了。 这边很有可能要一波啊，再追一个大招，JC这边这边两大C位全部倒地，明刀也没有能够救到百里玄策的生命，没办法，这边浪浪这一波跟队友配合非常好，刚刚苏烈躲在草丛里面攒满一个大招大闪，拍三个，浪浪一波，而且包括关键 C 位攒了整整25分钟，打了这一波。这边的话，进来很难打了。虽然是有复活甲，但是两个人的伤害都不太够。二打五很难办，能不能强行清掉兵线是关键的。想打是肯定不现实，但是两个肉怎么打主宰先锋？进来先卖，进来先卖。复活还能再站起来。两个人加起来有5条命，而且这边还换了一个明刀，明刀效果出发之后还是要死。太乙复活还能把兵线再拖住一会儿。这条主宰先锋就是命脉，看这个来了，有没有一剑？能不能清掉这个主宰先锋？清掉了，但是自己要死。 强行续命，对我复活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这波游也许是能守了。张飞不要大招，对，刚才干将莫邪一技能反位一清这条兵，就看这一波达摩，但是清不掉啊，难打了，应该有点难受。张飞不大招直接推加，没办法，让我们恭喜EDGM。